好，不管了，我们去吊桥走一走好了，我们好歹又出来走了一个景点了，虽然有点空虚。就跟上巴黎的巴黎之外又是不一样。不管，就是不一样。我们车子停在路边，这个吊桥这样走一下，枫香林慈母亭，1819高地观景平台。好了，我们去观景平台晃一下吼。左边。150公斤不是我们两个人同时不得超过两个人走，太瞎了吧，我们两个人上去就超过了。对啊，屁啊，这太扯了，哪有这么瞎的吊桥，认真不能两个人上去。好，等你走到一半再走过去。好，你先过吧。会抖动吗？会晃吗？所以真的不能同时两个人走，哎，好瞎哦！只能一个人走的枫林吊桥，这两个人上去就焗了。哎呦，真的蛮晃的。下面就是个马路，所以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做这一个这么空虚的吊桥在这？过马路方便吗？真的，我也是苗栗婆。鬼有四脚。从吊桥这边好像是1多吧？哦，1250公尺。看起来貌似有点厉害。1450公尺，这里有一个西面凉台。我们两个就可以摧毁这座桥。不起眼的小吊牌，进来。我们刚刚在这里枫林吊桥，然后骑过来凉亭。哦，这边是一个小观景台，叫什么斗焕坪啊？这里斗焕坪，三珠湖竟然不是一个湖，好像是一个地方。内湾村，内湾村不知道跟内湾是一样的吗？应该是一样的。台湾自来水公司配水池。超级吵的。小号。退休养老。看到了，永济镇行脚甜不辣。